狙击手顾准。首先我要特别特别感谢于总和林导演能给我这次演一个军人的机会。我从小就有一个军人的梦，一直想当兵，因为我爷爷和爸爸都是军人。然后这次也是一个圆梦之旅，然后我们在非洲也经历了很辛苦的一段拍摄，希望呢电影上映的时候大家能多支持，我们也会尽全力去把我们的海军战士演绎到最好，谢谢。好的，谢谢金鱼的分享。谢谢金鱼。